你一招非常神奇的心灵魔术，来看一下。首先准备黑色的一到十，再准备绿色的一到十。好，我们把牌收起来，都是一到十啊。收起来之后，好，表演之前肯定是要先洗牌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先洗牌，来，随便的给它洗洗洗洗。洗完之后呢，好，再切一下吧，切一下更有说服力啊。来，再切一下更有说服力啊。切完之后呢，我把牌发到桌上啊，来这样子发。啊，发下来之后呢，怎么玩？为什么说是心灵魔术？因为接下来要配对，你来决定啊。你觉得我发下去跟他是不是一样？不一样，我就打叉叉；一样，我就反过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觉得他是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好，打叉叉，这个呢？不一样。好，打叉叉啊，这个呢？一样。一样，我就反过来啊，这个呢？一样。好，反过来，这个呢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，打叉叉，这个呢？不一样。啊，来打叉叉，这个呢？一样。一样是不是啊？这个呢？一样。啊，这个呢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反过来打叉叉啊！我说了啊，这个配对呢，一样的几率是非常小的，所以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！你看到没？它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觉得不一样就不一样，你觉得一样就一样，完全由你决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了这里是不一样的，那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我们把不一样的全部给它打开来。重点来了啊，剩下你说一样的啊，如果这个也是四的话啊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哇，怎么做的？这个呢？是的，五。好，这个不一样的拿掉啊。好，还剩下两个。好，如果这是一样的，来点赞加关注。好，如果是一样的，来点赞加关注，评论行不行？哇，太神奇了，怎么做到的？什么神奇？神奇，想不想学？想。帮忙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直接出教学。这个配对魔术非常神奇，直接出教学啊！来看一下，首先准备红色、黑色一到十收起来。好，接下来注意看，一定要做这样的动作：洗牌的时候假装洗牌，其实没有洗。把上面的拿出来，然后从下面推几张放到上面，上面推几张放下面，下面推几张放上面，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来洗哦，给你的感觉好像在洗牌，其实没有洗牌啊。这样子的它的本质不会变化啊，然后再切一下，这样切啊，然后反过来这样切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样子，我正面向上给你看啊，来正面向上发九张下来啊。好，接下来说一样不一样，不一样我们就打叉叉，对不对？一样的时候注意看。一样的时候就不是拿这张了啊、哦，只是给你感觉是拿这张。其实我们偷偷的往下拉，然后从下面抽一张出来，看到吗？啊，观众不知道，观众以为我拿到这一张放上来，啊，是不是一样的啊、哦？把第二张抽出来，啊，不一样，我们就放上面。好、啊，他说不一样啊，说一样，我们就反过来，看到吗？这样子，然后拿第二张，这样就变成一样了，以此类推。然后观众是不知道的，他就会觉得非常神奇。学会没有？学会了。关注我小东，带你玩魔术，拜拜。